救护车，在上海，人们更习惯叫它救命车。他们去到疾病发生的现场，很危重，血压250/180，冠心脑血管意外，在第一时间将危险降低，用速度缩短病患与医院之间的距离，心电图快，插管，为生命争取更多的可能。每天，近200辆救护车轮班交替，分散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。他们随时随地听从120指挥中心的统一调度。你好，120，请讲。病人心跳腹泻停止，需要做好抢救准备。一辆救护车装载的除了生老病死，还有世间百态。每天都很不开心。全自己的毛病，他太小气了，全要。吴慧琼、王敏祥和徐小明是救护车上的医生、司机和担架员，他们三人相互配合，组成一个急救小组。2015年底，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。